各位观众好，这里是空中圣经学院，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叶雅莲老师，欢迎各位收看这个节目。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课程，我们讲到呢，耶稣呢来到了这个圣殿的外面啊，他呢就是对这个门徒呢所提的问题呢，对圣殿呢发出了一个审判的讯息啊，审判的预言。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就是说耶稣呢在橄榄山上的谈话事实上从第三节开始呢，耶稣呢就在橄榄山上呢对圣殿而坐。我们知道橄榄山呢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的一个山，也就是在撒迦利亚书呢曾经在曾经预言过哈，在末后的时候呢，耶稣和华要在回来的时候他呢脚要踏在橄榄山上，那时候橄榄山呢就会分裂成为两边哈，就有山谷呢出现那个橄榄山呢就是以后呢神要回来所站的山。那现在呢耶稣呢在他受难以前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呢最后一次哈，在圣殿里面哈，对着圣殿呢看见圣殿的最后一次的谈话。那他呢就是在橄榄山上他就可以看到呢这整个圣殿。那这时候他带着他这个四个最早呢呼召的这四位门徒，这四位门徒呢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呢跟安德烈他们也可以说是呢两队的弟兄哈，是耶稣呢最早所呼召的门徒，也是耶稣呢最跟他最亲近的，属于他内圈的门徒哈。那他们就暗暗地问耶稣说哈，请告诉我们哈，那你说这个圣殿将来哈会被摧毁啊，这个事情呢是什么时候会发生，而且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预兆啊，这个预兆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呢这四位门徒呢他们是非常希望知道呢这个这些事情呢，也就是追寻真理哈，他们有这个寻求真理的心。这告诉我们呢，我们呢信徒也是一样，我们有寻求真理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会被寻见哈，会寻见哈。那这个时候耶稣呢就告诉他们，就从第五节开始哈，第五节到第八节呢，我们这里开始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事实上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先回答有关于门徒所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圣殿啊要被毁啊的时候呢有什么预兆，先讲这个问题啊。那他第一个呢是讲了会有迷惑人的事发生。我们知道啊，在新约里面哈这个哪里有记载哈，在这个就是末后的世代当中有迷惑的人会出现呢？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十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保罗在那里想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讲呢，到后来的时候呢会有不法之人会被显露出来这个呢是就是这个不法之人显露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要迷惑人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老约翰呢也就是说现在是末时了哈，你们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哈。那么如果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哈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呢是有关于这个真正的是耶稣呢他要在降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他并不是讲说那个迷惑人的哈，迷惑人的常常会说是什么冒耶稣的名说我是那个基督了，他们是基督，我是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那边所讲的就是神的名字，对不对？那是冒充呢就是弥赛亚，可是呢真正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是所有的万国呢都会看得见的哈都会认识的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他们都会这个
欺哄人呢、啊，说他们自己是什么弥赛亚。比如说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第五章里面有那个丢大哈，那比如说第八章的西门，他就是称为神的大能者哈。那这些人呢都是认为自己呢是什么是弥赛亚哈，但是呢他们都是假的基督哈。那到末后的时候，当然有敌基督的出现。那这些人呢出现呢，就是要迷惑许多的人。那一个呢是这个有这个情况出现哈，一直到我们知道近来呢也有许多的这个韩国那个以前那个统一教的教主哈，也是呢说他是基督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呢是会层出不穷的，一直的出来哈。然后呢再来第七节呢，我们要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那这些呢我们就都不要那个惊慌哈，因为在这个真正的末世啊，在末后的时候来到以前呢 就会有许多的战争都在比如说对政府的不满呢、对政治界呢有许多的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哈，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世界的状况哈。但是这些事情哈并不是这个末世哈，所谓的 eschaton 最后的时候哈不是人子会要再来的那个时候，而是在人子再来的之前他的那个兆头这个预兆呢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一个妇人在要生孩子前的这个有疼痛产难前的那种阵痛就是这些事情会发生，有迷惑人的这种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的出现，而且呢有打仗的事情的出现。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六到第八节哈或者是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这边都有说到呢事实上呢就是一种神呢对这些世上的有一些的惩罚比如说呢他就要是把让他们呢就好像是怀孕疼痛所产的就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呢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呢也未曾败落就是说妇人呢他会怀孕临产的痛苦啦，在痛苦之中的喊叫呢等等呢这个就是因为耶和华呢的惩罚。好，比如说在耶利米书四章三十一节，我们也可以听到妇人产难的声音，就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西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等等，说我有祸了，在敌人的这个在杀人者的跟前呢，我的心发昏了哈。何西阿书十三章十三节等等哈，这些有民要攻打民或灾难的开始，这种产前的阵痛哈等等的现象。那这些呢，还有这个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哈。我们知道呢，地震呢就是神的干预了哈。饥荒呢也可以说是神的审判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说那个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九节就有讲，全地的都被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那比如说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二节。他们就问就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就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等等先知书上面呢就有许多有这样的预言，所以这些预言呢都是灾难的起头而已那对神的百姓呢，耶稣呢就说，虽然有这些兆头呢，可是呢你们就要谨慎。我们的态度呢，不仅要谨慎呢，而且要把福音呢，要勇敢的在这些灾难在这饥荒、地震民工打民等等的现象当中呢，我们仍旧要勇敢的来传福音。这第十节，十三章第十节讲说，然而福音必须要怎么样呢？先传给万民那我们呢这个信徒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就要受在会堂里要遭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那个耶稣说呢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可能会遭受逼迫
这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都是他们的经验啊，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不管是使徒彼得、约翰、保罗都受到这样子的待遇，对不对？都有这样子的经验。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传福音的时候啊，在许多的国家里面我们都会遭受到这样的逼迫。可是呢，福音仍旧要传给万民，末期才会到来啊。但是呢，耶稣说你们被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时候呢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第十一节，十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呢，我们呢在这样子的惨难的阵痛当中，这个末期还没来到的以前，也就是末期的刚刚初开始的时候，在这样的动乱压力当中，我们人就要勇敢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甚至在遭受到逼迫，在遭受到这个被审讯审问的时候呢，我们人就不要害怕。到那个时候呢，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呢，不是我们靠我们的智慧，而是靠圣灵，圣灵会给我们话语。在路加福音里面呢，那里是说谁会给我们话语呢？耶稣呢会把我们当要说的话呢会放在我们的口中，他会与我们同在。在那个时候呢，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时候呢，有许多的逼迫，甚至有人会怎么样，因为要为主做见证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肉身的丧失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却是没有任何的伤害啊，但反而我们却会必然得救，为主忍耐到底的必然能够得救，而且圣灵必然与我们同在，耶稣必然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在讲说，虽然在这种灾难当中，但是呢，神三位一体的神都与他的儿女同在。但是第十四节这边开始呢，又讲到说有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去，在房上的必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这里呢，耶稣是讲了这些事情啊，还有一个兆头，就是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这里读经的人会意，表示说呢，不是照字面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在圣殿啊，这个就是在圣殿的地方呢，原来呢是要这个是祭司的献祭物呢给这个神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在西元前168年的时候呢，曾经有过那个安提阿古啊，伊比芬尼啊，这个叙利亚君王呢，他曾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献了一只猪啊，就把那个圣殿给玷污了，他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啊。这种的预言呢，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就也曾经预言过哈会有这个就是说那行毁坏可憎的，但以理书九章27节这边就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哈，那就会呢站在那个不当站的地方哈。那但是呢这个新约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呢也讲哈，这个那他是抵挡主的，高抬自己的，超过一切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哈，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的哈。那启示录的第十三章14-15节也有讲到哈这个敌基督啊，他吃权柄哈，会给他权柄呢，在他的这个兽面前呢，能够行奇事，能够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哈等等。所以我们在看到说呢，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会有什么灾难发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这个在这个圣殿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要赶快的逃跑。你知道呢，在这个 AD66 年的时候啊，那时候那个
巴勒斯坦地哈，他们那个这个 Zealot 就是有激进党的哈，他们为神大发热心了，就跟罗马人起了冲突哈，最后招来罗马人的这个攻击啊，所以百姓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应该就赶快逃到那个这个约旦河对面的山上的一个小城啊，叫做 Pella 啊。其实呢，不止耶稣这么预言呢、啊，他们自己的那时候的拉比哈、啊，那这个是约哈拿ben Zakkai 他也有做这样的预言呢、啊，就是知道圣殿呢、啊，迟早呢要被毁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啊，他们都知道啊，所以他们呢，那个有这样的预兆的时候呢。有兆头的时候呢，他们就得赶快呢，就往山上去逃，而且不要再回家拿东西，没有时间了哈。那些日子呢，可是耶稣呢，他就会同情那些有怀孕的啦、奶孩子啦，这些就有祸了，就应当祈求最好这样的时间呢，不要发生在这个冬天，因为冬天的时候呢，他们要逃到约旦河嘛，要过约旦河对面的山，到山上去。那约旦河在冬天的时候呢，水位比较满呐、啊。然后能够过河呢就很困难哈，所以呢他们就说耶稣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件事不要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可这样的灾难呢是自从上帝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哈，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主为了选民的缘故将那个日子呢减少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呢？一个呢就是说这段经文呢是在指耶基督末后再来的时候，或者呢是指什么，是指巴勒斯坦地在这个耶路撒冷要被毁的那个时候，或者有人说这段经文呢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也是预言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光景。那这三种说法呢，以最后一种说法呢最有可能，就是说耶稣呢是先在预言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光景。因为耶稣在预言这个事情之后几十年之后啊，70 AD 的时候呢，圣殿就被罗马人打就摧毁了嘛。好，所以这个事就应验了。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啊，他就要把这个日子减少。选民我们知道在旧约指的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嘛。但是呢到了新约的时候，选民是指谁呢？选民呢就是指所有的，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只要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呢，都是神的选民。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跟30节所讲的，凡是神所预知的他就预定的会必定的就能够得荣就是能够成为他的子民。那这样的呢，为了他的选民的缘故呢，所以他要把这个灾难的日子呢必就会减少。那个时候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都迷惑了。所以呢你们要谨慎，看呢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耶稣呢告诉他的门徒，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有假基督假先知这些人起来，就告诉他们他们呢必须要谨慎，不要入了迷惑。因为呢就很可能呢这些假基督假先知他们也会行神迹奇事啊，连选民都会被什么迷惑了。所以呢耶稣先要警惕他们，要真正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真正的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全地的人都能够看见他，都知道他从天而来，都不会有任何的怀疑跟犹豫。那在这段的里面呢，从刚才的第13章从这个第五节开始，一直到了第23节，这个都是有关于最主要这些事情来的以前的预兆而且特别的是有关于耶路撒冷会被毁的时候。那这个24节到27节呢，就比较偏重在人子第二次再来时候的预兆。那在那个时候的预兆是什么呢？
他说那些日子啊，在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啊，叫驾云降临哈。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也有预言呐、啊。这个将来啊，在末后的时候呢，神要来的时候呢，全地呢都要这个好像有这个日头啊、月亮呢都会变黑了哈，天势都要震动。那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描写呢。如果我们去看约珥书哈、啊、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呢，天地哈都要震动，日月都要昏暗，星宿都要无光哈。那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的第十节呢，也有也讲到天上的这个众那这些这个星球啊等等啊哈啊都要不发光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二十一节哈，我们知道呢，那边可以看到说在日间的时候本来是在耶和华在云柱中呢临到他的百姓哈、啊、在夜间呢有火柱中临到他们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神呢可以在这个什么要临到他百姓的时候呢是要在密云当中哈、啊、临到他们那里去啊，所以在诗篇九十七篇一到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密云跟幽暗哈、啊，在神的周围啊，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那在这里呢，不但呢，就是说天势要有改变，要有要震动哈、啊，而且呢，他们看见人子哈、啊、会有大能，还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十三节嘛，那里就看到从天上来的人子大有能力，大有荣耀哈，驾云，云呢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嘛哈，那就好像出埃及记的那个，刚才我们看到十三章哈，那个神跟他百姓的同在就是在云中哈，那另外一个预兆是什么呢？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人子再来的时候，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到天边都招聚了来哈。所以呢，从四方招聚了，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有许多的先知都曾经做过这样的预言哈。比如说在诗篇的五十篇第三到第四节哈，这边就讲说我们的神要来哈，他要招呼天上地下，要为审判，为了要审判他的民哈。然后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六节啊，有这个先知就传耶和华的话说，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你不要拘留，要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哈。那啊，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先知的预言呢，都有关于这样子的说要把这个百姓呢从四方，那也有从地极到天边来的，比如说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四节哈，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哈，等等。所以从这些兆头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呢，哎，这个是什么，这些事的预兆哈。那这些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耶稣呢就要回答门徒的第一个问题，那是用无花果树这个比方啊来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那耶稣怎么用无花果树做比方呢？他就说无花果树哈、啊、当他那个枝叶哈、啊、长叶的时候，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长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哈、啊、这样呢你们也就可以知道，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人子也就近了。近了就是表示呢表示呢已经就要就是不久了，就是接近了哈，不是说立刻的意思哈，其实也不是不久，就是说接近了，还有一段时间已经在门口了。那我实在告诉你们啊，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之，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个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换句话说，这个时辰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呢？耶稣说你们只能看这些预兆啊，这些预兆刚才我告诉你们的这些预兆啊，那你就知道啊人子近了。可是真正的这个时辰啊连子都不知道啊，那子呢这就是有关于他的人性的限制啊哈。
那他愿意顺服神，只有神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哈。那既然没有人知道啊，那这个时辰，那我们要采取什么态度呢？所以那个耶稣呢，就对他的门徒的勉励是什么呢？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就必须要谨慎，要祈祷，而且要警醒啊，因为呢，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我们这里看到四个时段哈，这是罗马人的四个时段。这个哪四个时段呢？他把晚上哈，分成四个时段，就是晚上是从晚上的第九点钟开始，每三个小时啊。那这个夜半呢，就是半夜，就是晚上十二点。那这个鸡叫呢，就是清晨呢三点了啊，早晨呢就是清晨六点。所以犹太人呢把时间晚上分成四个时段，可是呢，罗马人分四个时段，犹太人呢把晚上分三个时段，哈。可是我没有人知道人子什么时候来，这是他会忽然的来到。如果他忽然来到，看到我们都不警醒，都睡着了，该做的事没做，都在闲懒懒散的话，那他要怎么处置我们呢？所以呢，耶稣呢就说呢，我们虽然不知道真正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警醒啊，必须要谨慎，要去传福音，要尽我们的本分啊。这个最后的这几个字啊，要警醒，要谨慎啊，这些字哈 ，Gregorio 啊，这些字都是用现在式的命令式在做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持续的警醒啊，要谨慎。这是耶稣呢对他的门徒在橄榄山上啊所做的啊教导跟劝告。好，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就已经到了，希望呢下一次呢再跟各位啊见面。谢谢各位，祝大家平安。